对于很多来英国学习的留学生来说，大多数人都想在毕业后继续留在英国工作，从而发展自己的事业。但其实这样的机会对于一个刚刚毕业的国际留学生来说是很难的。L 先生自本科开始就来到了英国留学，之后又继续攻读了英国硕士学位。在上学期间 ，L 先生积累了丰富的学术知识和实习经验。毕业后，他申请了 PSW 签证，希望能够在英国继续工作和发展。然而 ，PSW 签证并不具备永居导向。这意味着 L 先生如果想要长期留在英国，需要办理可以申请永居的签证。经过前期的详细了解， L 先生深思熟虑后决定申请英国创新创始人签证。该签证为有创业意愿和能力的海外留学生提供了永居导向，满足条件最快三年便可申请永居。在了解到 L 先生在留学期间有丰富的创业相关工作经验后，我们为他提供了详尽的签证申请材料、培训指导等服务，确保 L 先生的申请材料充分展现创新创始人签证的相关要求。令人欣喜的是，由于 L 先生递交了的专业申请材料充分展现了其创业计划的创新性、可行性和可扩展性，这使得 L 先生顺利地通过了签证审批，成功获得了英国创新创始人签证。在此之前， L 先生的 PSW 签证也即将到期，而创新创始人签证的成功获批为他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。他可以继续留在英国，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华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。 L 先生的成功案例表明，对于毕业后想要继续留在英国的海外留学生来说，英国的创新创始人签证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机会。通过充分准备和精心规划，他们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，在英国友好的营商环境里发挥自己的潜力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事业。客户背景：年龄90后，模式自主创业，教育背景英国硕士，专业背景土木建筑工程，投资行业学生服务，投资金额15万英镑，申请周期获取背书函2024年1月5日，网地时间2024年1月5日，指定时间2024年1月8日，面试时间免面试，获签时间2024年1月22日。 L 先生的获批信：英国创新创始人签证。申请条件：主申请人18周岁以上，无犯罪记录，无肺结核，获得政府指定背书机构的背书信，雅思 5.5 分，项目优势顶级大国医疗教育福利，登陆第一天即可享受较短大国居留时间，3年住满1年半即可转绿卡，灵活维持绿卡方式，2年仅需登陆一次，高性价比3年转永居，兼获事业发展第二曲线。